面中激情拥吻的人是谁？不要想歪了，这只是电影《暮光之城4》曝光的最新片花。这个吸血鬼题材的系列电影，唯美的超现实浪漫爱情受到众多青少年的追捧。如今本集中男女主角即将结婚生子，同名小说里早有描述的激情戏码终于上演。那些随着电影长大，正是荷尔蒙分泌旺盛期的青少年粉丝自然十分期待。现实中就是情侣的罗伯特·帕丁森和克里斯汀·斯图尔特在影片中赤裸相拥，闭目爱抚，动作十分默契，把现实生活的场景搬到片场，两人自然是轻车熟路，表演到位。总之，这场激情戏真是吊足了大家胃口，只能走进电影院一探究竟了。